能不能坚持让它走斜的？你有没有在真正看着你的 H？ 你有没有真正的把你的手框在中间，告诉他：哎，我没有要跑起来，我也没有干嘛，我就是斜换李白而已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不要让他就是哦随便嘛，反正我有做，哎，有接近的，哎，他跑掉就跑掉，没有坚持，好不好？就像你在弄资料，你也是坚持弄完这件事，然后结案。一点一点点沙盒，你有在看你的 H 不？有，为什么他可以走到一那个方向去呢？对不对？就没有真正的坚持，我觉得从来跑不了。你们今天把学完你们练好，你会？我觉得你要把你的所有的动作标准做出来，还有跑步要维持，坐着坐着，脚抱着，他就来了，脚抱上去。左脚碰他一下，他会踢墙哦，他会踢墙哦，手轻一点，姐姐，你让他跑步什么，还把手拉那么紧，做一个轮绳再开始。两位维持快步做斜换礼拜，我不要看到慢步。姐姐，你找麻烦啊？你是自找麻烦吗？啊？跑步，现在脚抱上去，挤一下，对，漂亮，这个跑步好，跑步很好，继续，停停。对，屁股不要坐那么重，轻一点，漂亮。为什么是慢步？能不能做快步的动作？我怎么拉才不会那么？不会什么？他好像认为我在拉他。没有，你要，如果你觉得他快停了，坚持就停下。如果他好像没有真正走到你该有的路线，你就要说，哎，那过去就对。